给你要的精彩，欢迎收看由网易暴雪主办 NewTV 承办的炉石传说2016黄金超级联赛夏季赛，您可以在斗鱼、熊猫、战旗、网易 CC、网易新闻客户端等各平台观看直播。守望先锋现已正式上线，近期比赛全新开启，使用支付宝扫描屏幕中出现的守望先锋畅玩版和典藏二维码直接购买，官方直充送战网积分，是时候加入全球千万特供的行列了。大家好，我是鬼鬼。大家好，我是解说中华伊利帝。大家好，我是解说小易。那我们今天将进行的比赛是我们的 G 组的比赛。是的，今天出场的选手有一四大战队的贪睡之煞嘛，还有来自皇族的我们唯一的女选手白泽。是的，以及两位民间大神 Silence 和 Sleeping。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小组赛的分组。那今天是刚才说的四位选手，明天的话是有华佗、李博和 Brace 以及上海大黄金赛的冠军。这是小组赛的最后两天了。是的，希望我们最后两天选手也有一个好的发挥。我们看到第一场比赛是由贪睡之煞迎战 Silence， 先决出第一场的胜者，然后第二场的话是白泽对阵 Sleeping。是的。然后他们进入胜者组之后，我们先会打一个败者组的比赛。我们看一下三位解说都是一致觉得白泽和萨满能够出现啊，都没有人看好像我们的民间大神。好像这一次三位毒奶的话是一致看好的，所有的人都已经出局了，就看一下今天能不能打破这个魔咒了。也是非常心疼我们这边唯一一个女选手啊，感觉今天我们来看一下萨满，今天看起来有点懵懵的，就感觉没有睡醒的状态啊。是的。好，我们看一下萨满的职业是法师、萨满、术士和战士。应该是四毒流了。应该是，对，应该是四块攻或者三块攻加客栈嘛。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次其实夏季赛很多胜率比较高的选手的职业是德鲁伊，但是他们的德鲁伊其实是春季赛打出来的，现在的版本基本上德鲁伊的话很容易成为毒瘤的突破口。是的。好，这是民间大神 Silence。 我记得这一次的比赛的话是在郑州黄金赛之后就交的卡组的，所以说这个卡组可能会和郑州组当时的比较像。是的。 Silence 来自福州，现年25岁，使用职业是战士、萨满、法师和德鲁伊啊。我们看到他是没有选择术士啊，是选择了德鲁伊，就只有德鲁伊和术士的差距吧。看一下另外三个职业的形态会不会差距比较大。是，我们看到这个数据的话，应该是来自于 Silence 的这个夏季赛的资格赛。我们看到萨满是有点厉害，6-0。就感觉当时的版本还是萨满非常的强势啊。是的。那两位觉得他们互办职业的话会办掉什么呢？我觉得互班战士吧，现在的比赛都是互班战士了。那如果是术士和德鲁伊比较起来的话，你们觉得哪一个职业稍微好跑一点？我肯定觉得术士对不对？而且在术士德鲁伊正面交锋的时候，应该也是术士略微占优一点。好，那我们先看一下萨满的赛前采访。大家春季赛呢，其实对我的帮助还挺大的吧，至少有一个中欧对抗赛可以打。然后中欧对抗赛也是我第二次参加，遗憾就是没有拿到冠军嘛。其实每次的遗憾差不多都是这样，就是只能打到4强8强。这次的准备基本上还是巩固自己之前的卡组，然后做一点点的微调，去针对某些卡组吧。这个小组对手非常强劲啊，都是不太熟悉的人，所以说我碰到这种不是很熟悉的对手的时候，基本上都很尴尬。就比如说当时碰到张博这种的，就莫名其妙就被干死了，就我觉得可能两副滚出了吧。我们看到萨满也是强行奶了自己一口啊。其实萨满在和我们这些常大家熟悉的职业选手的交锋中，其实战绩很好的。他每次就输都是说莫名其妙输给了路人甲，他说为什么就遇不到你们呢？好，我们看一下双方果然是互搬了战士，也是不出意外。那这边的话，萨满不出意外的话，应该会是一个术士首发吧？是的，术士在这个快攻内战，包括打德鲁伊，都是略微占优吧，我觉得。那 Silence 这边会不会选择萨满来一个首发呢？我觉得尚德会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他其他的职业要能打动物园的前提是，其实手牌也要很好的，就排序要很好。那排序好的话，其实可以考虑上德鲁伊。就火妖法。
和德鲁伊要想赢这个动物园的前提都是要糊，比较糊。嗯，起码你比动物园要来得顺。是，而且这一局就算如果说萨满首发的是动物园的话，即使放跑的话其实也没有特别的伤。好，我们看一下，哎，我们看他的动物园是对萨满选择了双大哥。嗯，因为现在的双大哥比火车王更好一些，他是战场能力更强。是的，特别在于就是现在环境是比较偏快的情况下，而且东、就是、在快攻内战战场尤为重要，两大哥的话能够弥补一下动物园这个中期战场能力稍微偏弱的这样一个问题。他五飞直接丢出去的话是一个很强的战场，而且现在的动物园基本上前几飞都是不停的打牌不停的打牌，五飞很容易只会丢一张牌出去。是的，那么 Silence 这里要考虑一下闪电风暴要不要留。嗯，那其实打动物园的话更偏的是一个战场，闪电风暴只能算是一个应急的措施吧。是的，他可以考虑去找一个图腾魔像会好一些，但是我们看到芬尼莫格顿的话他应该还是一个比较偏打脸的一个萨满。对，那我觉得闪电风暴还是可以考虑留一下。哇，这样的话、哦、那这样的话就混合萨比较尴尬了。嗯，因为芬尼莫格顿和这个深渊魔物是冲突的，完全不兼容的两个随从。哦，那如果这样一飞变的话应该是火冲了，很可能六飞才能下这个深渊魔物。这个深渊魔物很有可能，我觉得这一把可能下不去，很难了。他需要什么呢？图腾魔像、火蛇以及海象的图腾师大复购之后才会去上吧。嗯、是。那萨满这边一飞的回合会不会选择去跳一个两飞，还是等到两费的时候挑一个小鬼首领？嗯，这里的话动物园几乎可以说是后手是必出，必须要出怪的。如果没有一费的话那一定要硬币挑两费，如果一费空过的话，对于动物园这种需要滚是依靠场面来滚雪球造那个产生优势的这种卡组的话是不行的，所以必须要挑两费。先跳上来二二，看到对方一三，我手里有个恐狼，感觉还行吧。对面的话应该会是如果没有图腾魔像的话会和你换掉的。对，你如果撞了点了那卡到你两费，下回合就我打竞技仪式啊，或者是别的能抓到一些飞刀啊其他的牌。嗯，这还图腾魔像来了，好打脸，这样的话恐狼就非常的赚了。是，那这样的话还挺舒服的。可以白吃一个一三，吃了一三，那么 Silence 这里如果没有神偷第二个图腾魔像的话应该是点掉吧。对，他应该是火冲掉黑市摊贩，然后用三次免费的吃掉恐狼。是，而且四费的话可以上一个四七七头火无面者。那么这样的话看起来萨满的节奏前期来说相对比较舒服一点。三费应该是小鬼首领了，但其实感觉好像还好，因为萨满这个四七七其实威胁比较大，就打到这个回合为止、嗯、看起来双方还差不多，就是我一个二四看你三二，就看起来你拿我也没有太多的办法。但是这一轮萨满上个四七七动物园就不太好处理了，就除非这里有个阿格斯撞了之后双架那就还好。这里的话有可能考虑的是强扑一波竞技仪式吧，我觉得考虑一下一圣盾要不要出吧，我觉得。圣光会庇护。哦，他觉得一圣盾加竞技仪式吧，他需要强战场吗？还是他考虑一下要不要狂热新兵一块出了？狂热新兵其实算是一个一吧，我觉得打个竞技仪式可能好一些。好，这应该是闪电风暴了。是。萨满有点崩了。动物园现在没有场面的话，基本上是反不了场的。是的。这里手里的海巨人也是非常尴尬。一直卡着下不来，还是非常需要的一个阿古斯甚至是一个伊桑的蓝胖都非常的关键。没错，那现在萨满这边就很危险了，这一把被这边 Silence 起手流的闪电风暴也是这一波 A 的非常伤。那这里的话应该还是要撞一下吧，就是不管怎么说你手上没有阿古斯没有强，这个四七七一定要用随从去解的。是的，那么这里被四七七踢了两脚的动物园感觉是已经很难了。这里可以选择，而且下我想点一下，而下回合直接就提锤加石化了，直接十点伤害。嗯，不能全解的话这里就要死了。
没有阿古斯或者不能全解的话，其实就算是全解了，那抽一口，抽一个一三嘲讽墙还能活，看起来还能活，对，嗯，但是这里萨满应该会选择上一个，他应该是选择上上个海巨人，应该会招募村民、嗨巨人这些都上了，把一一全上了，然后上个海巨人，应该是除了炼金都上了吧？是的，也是。没有想到就是萨满这边 Silence 的萨满这边非常非常的顺啊，他一二三费都是节奏非常的好，然后四费上了图腾魔像上了四七七之后的话，一个闪电风暴又把灯源打过，完了还接一个三费闪电风暴，非常顺，就是四费拍七四七七，然后五费就是有过载二能打出一个三费的节奏卡，我觉得是可能说现在这个打脸煞的一个关键吧，比如说能接上一个蓝魂啊，能接上一个闪电风暴啊，或者是海象人、马桶师、魔像师这种，可能对方就很难应对了。好，这边萨满打得非常的稳，他决定是全清，是没有选择去下海军，但这边还是可以打的只剩两血，锤子加石化，封你一个抽牌之后，其实对这里手上还有熔岩爆破，怎么样打都没有机会了。就是在萨满的角度来看，对这把我觉得。他这次萨满这一回合其实处理的还是蛮不错的，但是没有办法，其实这把动物园书主要的原因是他一费没有怪，如果他一费有怪的话，其实选择一个二费直接跳一个小鬼神灵很容易能把节奏拿回来的，没错。那在动物园第一场出师不利的情况下，他应该还会再次选择动物园吧。对，那 Silence 这边会选择一个火药法还是德鲁伊呢？德法都差不多吧。这两个职业要赢的话，其实打动物园要特别虎才能赢。好，我们现在看一下 Silence 的赛前采访。大家好，我是 Silence， 我是来自福州的一位选手，有八分的嘉年华积分，这八分全是上海站公开赛拿到的，也估计是32强里面成分最差的一个。夏季赛反正因为我也不太了解对手他擅长什么，反正就带四个毒瘤对嫩就好了。Sleeping 是在炉石圈，虽然说他不打，应该不是职业选手吧，但是他在炉石圈其实大家都知道他是非常非常强的一个。白泽跟萨满毕竟都是职业战队的，然后我看好我是2连败直接被淘汰。哎，我们看到双方都是非常有意思啊，都是非常的谦虚而拼命的奶自己。对啊，我看他们都说什么两败出局，然后我感觉你看夜行也是说自己要两败出局，萨满也是。我接受采访的时候，我说我发挥正常应该能出线，感觉这个采访还是应该反向奶自己，还是应该要攒一点攒一波人品，对对对，不要立 flag。我就觉得这个采访很多时候大家都是互奶对面，包括乌鲁木齐站的时候，当时冰炫采访就说，因为他们八进四的时候打幽龙爱嘛，然后他就说恭喜幽龙爱获得了乌鲁木齐站的冠军，然后幽龙爱说恭喜冰炫2连冠卫冕成功，然后两个人都被奶死了，都没有拿到冠军，对吧？就这些人都是互奶啊。好，我们看一下第二局的比赛。 好，选择一个火妖法对抗动物园。哦，火药法后手的话应该算是这是最好的消息了。我现在打东元遇到火药法的话，其实先手并没有那么好打。易老师看见火药法这个后手，这个棋手是不是有一点似曾相识的感觉？这个棋手不一样，我棋手可以全换，这样的话就摸不来五费。我是棋手换了之后摸来的全是五费。哎，还不错，法力龙奥赞。我们看一下萨满这边棋手好像不错，还不错，萨满这边也不错，一飞抽了个凿木村民，是。哇，啊、那就法力芙蓉硬币镜像了。这里要么就是不出空过，但是空过的话，其实节奏浪得非常的严重。对，你上法力芙蓉一定是要硬币镜像的。是，不然法力芙蓉很可能被对面一个叫嚣给换掉。我想，这里确实也没有其他的可以选择的余地，因为确实打动物园不能太浪节奏了。没错，看一下能不能摸来个炼金之类的，黑市摊贩或者恐狼都行。哦，一加一也非常的不错，伊森顿，对方有奥弹的情况下，这个伊森顿和凿木村民表现
五五开，哇哇，这巫师学徒奥蛋了。那么这个奥蛋很关键，只要不打脸，其实都能接受。哎，打了一下脸，两下脸，两下脸啊，不太好。还行吧，这个墙至少是应该是能保住了。但是现在火药法场上有两个有非常巨大威胁的怪，巫术学徒和法力符龙威胁都特别特别大，而这一轮一个都解不掉，就仅仅过了一个玻璃。这里奥术智慧如果能抓一个什么寒冰剑呀，像奥冲啊、奥弹、镜像，都是会让东元这边爆炸。哇、哦，寒冰剑可以考虑直接打脸了吧？你算一下手上的伤害，这个寒冰剑打上去是一个法律巨龙，六加三，他还是选择了求稳一下。这里如果选择打脸的话呢，这回合打13，他只剩11血了。11血的话，火球加火把，就你火冲两回合，对面就死了。对，这里确实是可以考虑打脸。嗯，就和打12的话，火球加火把，确实还是。他这里应该会选择火把接场了，下回合可以考虑火药寒冰剑。那么这样的话，萨满要冲大哥了。如果这里不是抽到一个3-4费的随从的话，这里很有可能直接冲大哥了。这应该是冲大哥了，因为对于法师来说的话，解大哥的话是要六费火球加火冲的。对，五费你没有办法解我大哥，我大哥最少要七两下。不过这里抓个炼金，嗯，这里炼金不太好。我觉得是不是先把炼金扔上来啊？下回合直接1+5，直接冲大哥了。那么我们看到这边 silence 就比较难受了。他可以考虑上一个虚灵巫师去卖，因为他手上是有呼啦的。是的。我这儿有羊火把龙息术，那么可能还是火把吧。羊的话我觉得未免有些意识超前，毕竟这个时候也不知道对方手上有没有大哥，有没有海巨人这样的牌。其实火把是最灵活的，但是你考虑到有呼啦的话，龙息也是可以考虑的，然后羊的话应该是比较差的一个选择吧。是的，因为动物园除了大哥是没有什么可以值得羊的，也就海巨人吧。对，而且上一把他好像是没有看到对方的海巨人，而且萨满的牌是带了双大哥的，我觉得很有可能是没有海巨人的。好像上把有一个海巨人吧，上把应该是有一个、哦、对，上把看到了海巨人。哎，他这里还是选择了拿羊，因为上把看到了对面的海巨人，这一回如果上海巨人的话是可以很完美的上的。上把这里抽了个黑丝摊贩，这里就不愿意下大哥了，丢两张牌，这个感觉太差了。他是想拿一个加七升枪骑兵去拼点吗？这里就炼金给13，然后直接换掉这个63，哇，感觉很赚啊。嗯，这样场已经是返回来了。是的，其实感觉火法这边是不是刚刚那一回合的抉择，他在手上有呼啦的情况下他想求个稳。嗯，他比较选择了比较保守的一个打法吧。我觉得这里就奥数智慧接火冲了，谈不上对错吧，我觉得。嗯，八点场攻其实吃得起的，你这里可以奥数智慧，然后接一个火冲一。对，这里把着魔春云给点出来，下回我就呼啦了。哦，其实刚刚如果选一个龙息的话，如果萨满冲大哥的话，是不是可以呼啦接龙息？对，完美清场。确实，这应该是冲大哥抽一口吧，对面摆明要打呼啦了。是的，那大哥起码呼啦不会被全解，对，不会被呼啦全解。哎，丢了一个红蓝，又抽上另一条。好，那这里直接呼啦。但是现在法师的血线还是比较危险啊。嗯，他只有10点伤害，如果说萨满下一张能摸一个历代或者说摸一个红火都是赢的。是，看一下两抽的机会，第二个大哥历代红火叫嚣，叫嚣还差2点，没有可以全部直接打出去了，那只有2点伤害了。嗯，但是这里会面临火妖非常非常强势的一波。好，哇哦，这应该是火妖巫师学徒走你了。嗯，我们看到这里差一费啊，法师这边差一费就，哎，是不是可以直接能直接杀吗？巫师学徒双火球寒冰剑差一费吧，好像是够了吧。3+2+1应该是够了，正好直接斩杀了。嗯，这是，哇，这也是
这个大火把非常的关键，抽的非常关键。上面上板这边也是一脸的懵逼啊。对啊，发生了什么？我怎么被斩杀了？这因为十五血的话，其实算是法师经常的一个斩杀线了。但是对面才八费十五血被斩杀，这有点。这就巫师学徒这张牌非常厉害的一点了。是的，是的，而且他正好抽到了这个大火把，大火把嘛，他比火球少一费，这个很关键。是。那 silence 的话，只剩下最后一个德鲁伊了。嗯。那么大帝觉得，萨满会继续用动物园吗？还是说考虑拿个什么打脸杀火药法？我都觉得更好打一点动物，打德鲁伊吧。嗯，调整一下心态，我就换一个职业吧。虽然就是从。其实从策略上来讲，继续上动物园比较好，因为如果我输了的话，我就暴露了一个卡组。那如果比如说我如果上火药法，我输掉的话，我暴露了火药法和动物园两套牌。因为虽然就是卡组其实大家都觉得差不多，对，大家都觉得差不多，但是还是会有一点细微的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德鲁伊的话，这个德鲁伊，双好可怕，败咆哮，好可怕。萨满如果先手不能换来一费的话，就可能有点难打了这一局。是的，上一把我觉得就 silence 其实从他的角度来看，从我们的角度来看，就是他如果前面打的激进点也是能赢的，就是直接从前面打五费的时候就开始走脸，应该也是能赢得更快吧。对，萨满这边要不要考虑把火兽换掉？应该是要换掉。嗯。哦，全换吗？这两个二三应该可以留吧。二三可以留下，因为万一换来的不是特别好的话，很可能两费都只能赚个图腾了。因为这里打的是德鲁伊嘛，打德鲁伊火焰杂耍者有可能能打到对方的这个活体根须。然后的话，德鲁伊因为前期节奏相对来说比较慢，就是不存在就是我必须要拼有一费，我就要跟你从一费开始抢的这个问题，我只需要二费三费有一个。很好的节奏能够把场面控住就可以。嗯，这里换来了一个银色刺虫，非常好。看一下这个火焰打脸者能不能打中小树苗了。对，这里打中的话对萨满来说就比较舒服了。嗯，概率还是很高的。是的。好，打中了一个。那这边两费的话成长应该还是选择成长。Silence 这里应该成长，那他手里双滋养的话，那可能下回合要考虑直接硬币滋养了。嗯，滋养可能还是跳费，这里变脸肯定是不合适的。是，看一下海象人图腾师能造出什么样的图腾。对，这里来个火蛇非常好，火蛇三四都是挺好的，零三其实也行。治疗图腾一般般吧，还凑合。哎，这里要不要考虑紫罗兰硬币根须吗？陆盔硬币根须都行。嗯，紫罗兰硬币根须都是两个一，都是两个一，都是两个一。那这样的话，我觉得肯定是陆盔上去威胁更大，因为毕竟我手里下回合有一个滋养的梦想。我万一解不掉陆盔，你是不是爆炸了？万一对面真的掏不出两点伤害，对不对？是。那么这里如果去滋养跳费，那么下回合是七费。嗯，然后打一个根须好像不太好这样。如果手上有愤怒的话倒可以考虑跳费，但是我觉得没愤怒还是去打一个紫罗兰然后根须比较好。对，这里是他选择了先上紫罗，先把紫罗兰卖掉吧。应该这里其实先上陆盔先上紫罗兰被解掉概率应该都挺高的，毕竟对方场上就有三点场攻，他觉得陆盔的作用比紫罗兰更好吧。是，龙岩爆破，好，完美的再上一个银色丝虫。这个费用正好是打满。是的，而且这里治疗图腾也能帮火焰打脸者这边来满。嗯，挺舒服的。然后德鲁伊这边五费可能只能选择去滋养了吧。哎，对面交了一个龙岩爆破，而且过闪了。他会选择陆盔加一个，我觉得陆盔加乌鸦神像怎么样。嗯，这里我觉得但是陆盔加乌鸦神像的话，他又面临一个手里没随从的一个局面。主要是他跳完费之后下回合不是八不是九费，是九费的话陆盔滋养会比较好。我觉得是这样，就因为他手里有个乌鸦神像，下回陆盔乌鸦神像只要能找到愤怒或者是根须的话，都能对场面产生非常非常大的帮助，包括下回还有神抽的机会。其实我觉得德鲁伊要赢的话一定是费用领先。嗯，
哇，这里还有激活，那就直接陆亏了。陆亏激活滋养，嗯，这个滋养是会给两费的。对，这里就是五费打一个滋养，然后退你两费。我又来个激活，哇，激活塞拉留斯，看一下有没有分横扫都行。嗯，愤怒或者横扫，应该黑暗压人吧？对，压人可能好一点。黑暗压人，等会还有一个四加六，正好也不会有损失这个费用，嗯、节奏非常的好。撕咬，星火。这里我可能会考虑选择一个自然平衡，易老师你觉得呢？我觉得可以考虑拿一个自然平衡来应对可能存在的四七七。对，因为现在就我觉得，嗯，德鲁伊这边的话，不管是他的费用还是场面，都是碾压了对面了，已经可以说是碾压了。对他拿一个月火术，只是单纯的解掉一个银色侍从。对我可能觉得这里我可能只输一手，别人出四七七或者连着出两个六五五。而且对面上四七七的话，其实你可以完美的用一个自然平衡接塞纳留斯的。是的。那这里的话，现在萨满有点懵懵的。他可以选择上火蛇，然后浇石化，加上深渊魔物，要么就火蛇摇图腾接一个深渊魔物。可能还是上石化好一点吧。是四三，应该是四三撞三三吧，然后石化给一个。解掉陆亏，然后另一个图腾撞掉二二，对，然后上一个深渊魔物，嗯，主要是现在费用差的太多了，而且萨满其实手牌也没续航能力比较糟糕吧，我觉得他不仅手牌没对面多，而且德鲁伊的血量其实也是非常的健康的，是，他是打算开狼魂还是可能想出狼魂是不是？深渊魔物好一点吧，就深渊魔物其实也只有一个可以 buff 的，那应该直接塞纳留斯了。这一把我觉得德鲁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顺啊。好，毁灭之锤，哎，那么这样的话萨满这边我觉得还是有一些机会的，嗯，青光贴脸，其实萨满需要一个大地震击或者说是石化武器了，不然这一个陆亏找的压人非常的难打，是，哇，又是六加四，节奏非常的完美，好难啊！萨满这边，萨满这边，我觉得现在首先得有过牌啊，没有过牌的话肯定是不行的。首先得有过牌，现在一张牌一会儿又抓一张已经是不够用了，看一下能不能给个海象人图腾丝吧。什么呢？给什么呢？给火蛇吗？马桶火蛇。哇，马桶，马桶来了。还是很困难，我觉得。我也觉得很难。起码现在有一个马桶的话，还有那么一点点，有那么一点希望吧，我觉得。这里要不要送掉呢？这个要不要送掉一个法强啊？其实可以考虑送掉一个法强，可能送掉好一点。对，因为你火车是会 buff 起来这两攻的。没错。塞了。送掉。送掉之后。应该火蛇旁边的那个会被塞勒留斯给吃掉，因为塞勒留斯只有一血，嗯，直接给你换了，然后三三吃二三斧根，先看一下有没有横扫或者愤怒吧。哇，这来个横扫，哇，那野心之力也很棒，也很特别可怕，加一加一，这就这里其实可以考虑直接把斧根打出去的，嗯，因为给对面一张牌无所谓的。要不要考虑斧根直接把火蛇给打了？ 我觉得还是不要吧。我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自己已经还是稳着来，没法输了。已经德鲁伊，其实我们站在德鲁伊的视角，就现在对方萨满一张牌，我现在有十七血，然后还有一堵墙，怎么输？就输元素毁灭，然后法强闪电风暴。如果你斧根给个死亡之翼或者加盾，也有可能。对对，很有可能的。这里就三三吃二三，然后六二吃四三，啊，他是只怕他选，他还是觉得打斧根，他觉得这张牌只要不是什么非常恐怖的牌都能接受。食尸鬼，食尸鬼。其实如果能食尸鬼接一个闪电风暴的话，也还行。看一下，也很难，这里有个六血的生物。嗯，那这样的话，火蛇撞了食尸鬼。这里的话火蛇一血伏笔了，这样的话萨满这边应该是没办法了。手撕塞纳留斯吗？
这个血线又非常的健康，对面是十七血，你如果全部敲脸的话，下一张神抽石化武器也打不死啊，问题是还是要敲。他们现在德鲁伊其实抽什么都还不错，先过牌，他最希望的肯定是横扫啊，是因为有一个蓝龙，这里抽横扫直接斩杀了吧。哦，哎，乌鸦神 像，那、啊、找一下横扫，嗯，滋养的话也可以，愤怒其实也不错，都没有亚萨吉的印记，自然印记，场上并没有野兽，要不叫两个都不是自然之力吧，看看自然之力看上去不错，自然印记我觉得也不错，自然之力的话是三个二二，这里因为还有点害怕，我觉得会拿自然印记然后贴给蓝龙，四三的话吃二二，然后蓝龙把火蛇给吃掉，对，我觉得贴个嘲讽比较稳吧，因为毕竟对方手里还有一张牌，然后他还是觉得我如果全清的话，对面其实场攻是，哎，那这样的话我觉得是不是蓝龙吃二，然后把食尸鬼解了好一点，就 给你留个火蛇呗。他是不是会选择，我觉得他这里可以考虑把火蛇解了，对面的话场攻是三攻，然后需要打你的话一张石化武器不够，需要两张伤害啊，这个不是嘲讽，那这样的话三三吃掉一个四一还能活吗？不能，对面的场攻已经可以把你打死了，五加六，五加六变个脸十二，还能活、嗯、还可以苟，如果德鲁伊这边没有神兽伤害的话，上满这一轮暂时还不会死，但是这个场面想赢确实有点困难，横扫来 了，那应该是直接GG了，是，哦，非常的快啊，三比零直接带走了上满，那这样的话还是恭喜一下 Silence先进入了我们的胜者组，是贪睡之萨满这边的话，动物园是被关了两把，然后萨满是输了一把，嗯，也是摇摇头，这边确实排序没有对面好，今天 Silence 的排运看起来是真的是很不错，三把看起来他的排运都不错，特别是德鲁伊这一把非常非常的顺，其实他三把都蛮顺的，而且那把火药法打动物也是关键的时候神抽了大火把，刚好把萨满斩杀了、嗯、没错，不然那一把的话其实萨满还是有机会的，因为他场铺得很开了，对，那回合其实不斩杀，而且 Silence 如果没有冰箱的话，其实下一回合就有被对面带走的危险了，嗯，好，那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精彩比赛待会回来。